是，我今天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时刻哦，因为我们今天又来到现场，发现很多都是熟脸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是认识超过15年以上的好朋友。谢谢大家来，是跟我一起分享新的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而且这也是这个 HEBE 田馥甄跟OPPO有一个很强大的某一种程度的联想的关联性，都是出道跟所有朋友分享你的好作品已经有15年之久的，对，更有创造力，更有活力，然后不停的精进自己。是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，也是这个 HEBE 田馥甄特别强调的精进这两个字哦。就像这一次OPPO 推出的 R9S， 我们要带给大家的是更进化、更进阶、更强大，而且更出色。这也像是你对于自己的作品跟 OPPO 一样，在不同的面向。 在内建软体的部分，然后在相机的部分，甚至外形，不管它的轻薄程度、使用程度跟外观，全部都要一应俱全。对，我先来问问这个 Hebe 对于手机功能上的要求，对于你来讲，外形重要吗？重量重要吗？它的 WiFi 接收重要吗？我觉得都非常重要，所以这一次的天线的设计其实也完全没有影响到手机的外观，然后它的金属质感，其实手摸起来其实都觉得很舒服。然后我自己就是骨架比较小，个头也比较小，手也比较小。 但是拿起这个萤幕足够大，因为我其实手机不离身，很多的资讯收 mail 或者是吸收更多新的资讯，都是要透过手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萤幕的大小让我看很多东西非常的方便。是，但是其实长期你要一直拿着手机，以我的手这么小，然后臂力不够强的程度，其实我觉得它的手机是非常非常轻。因为我第一次拿到的时候，这个是让我 印象非常深刻的，因为从别人手中接来的东西，你看它这么大，你会觉得你会想象它有一个重量，你接过来的时候会觉得哦，应该是这个重量，就拿到怎么那么轻？对，而且我必须说，它不是只在台上讲，就是这个对于我们常常必须在有一些要刻意把 WiFi 讯号降落的地方，我们很重要吧？对，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要抢快，要 Google 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先 Google 到，是或者。